小橘子在冰天雪地里卖火柴，没有人买火柴，小橘子又冷又饿。小橘子点燃第一根火柴，出现了一个温暖的火炉。小橘子点燃第二根火柴，出现了一只喷香的烤鹅。小橘子点燃第三根火柴，看到了美丽的圣诞树。小橘子点燃第四根火柴，看到了去世的奶奶。小橘子不想奶奶离开，于是点燃了所有火柴。小橘子嘴角带着微笑，永远躺在了雪地里。